这把中路是有异化师的，要出吗？要把维鲁斯先拆掉，先把维鲁斯锁了。嗯，这维鲁斯如果给对面的话，下路对线基本结束了。兰博先选，直接打，就突出一个给就选。整容敲定。绝地君依然选择了一个非常有进攻压力的节奏压力的阵容。嗯，但其实你看 FunPlus 的阵容，它也是一个进攻型阵容。它这个中野加下路也是中期就开始发力，然后拖到后期去也不算特别厉害的阵容体系。鲁斯也是上到三级，卡纳米先过来控河线，马上就要碰面，都在。嗯。但左边有惩戒，右边没有，反打一套等队友。下路都在靠。FunPlus队友来的要快一点，要打闪了，而且鱼叉插中了 ，Missy 也得交闪，他把对面闪现过来硬灌伤害，而且卡纳米戳到了，卡纳米选择第一时间走，而且 EG 能跟上了 Missy， 如乐也被打残了 ，UKV 是有闪的，闪再戳一下 UKV 三杀开局的赵信，看我上上就这种感觉，一喊就全来了，这线也不吃了，直接冲。不是，就这一波看一下支援的位置啊，就米景先过来，然后三个人是被隔开的，主要京东选择了反打，如果已经没有办法在后面拦住维鲁斯的情况下，正面两个人有点打不了。嗯，对，赵信这段时间做了一个很强的上路，直接咬住，就这一套，就这一套。前面的纳尔就没布甲鞋，这版本的猴子神风出来的时候无敌，那时候哎闪现直接上，那不好凶啊，这好攻击带走了，下路要爆线了，对线完成线杀，来福的兰博拿就 C， 节奏好舒服，而且第一条把风龙给刷掉了。嗯，看这波怎么线杀的，上去常规压血量，然后上来卡个红温，先是黄温烫，然后红温约德尔剑圣，其实就是如乐的 W 没有发现对面的人，绕过去 Missy 的位置很深， Missy 是没有闪的，鱼叉第一个没中，如乐应该有机会走吗，也被风的电子戳中了，但是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杀 Missy， 还是太想杀这个 AD 了，杀 Missy 其实就杀了，到六的又来弄小老虎，这时候 Milky Way 在赶，来福也在赶，小老虎这位置要尽可能的拖时间往后跑，有大的在等着鳄鱼能跟的地方，直接开锁二连跳，鳄鱼没闪好像跟不上，两段钻过来能给上吗，再追的话就要出事了，赵信已经来了，牙膏也到了，哎、清到了，牙膏的支援非常及时，安妮也在赶，同时 Missy 也在走，要包 Care， 还有一段大招高子哥到脸上被 R 住 Q 一套，给了个治疗术，伤害不够，牙膏直接交闪现帮着反个红，而且卡到位这波进野区是要出事、哎、但是 Duke Dam 下路一个人在挂线被找到机会了，被撞起来了，京东下路找到机会突破，稍微稳住了一些，看见 Life、鱼叉中一个中两个，追着烤山很高，要逼闪交闪线，闪线风斩电刺 W 闪再 A 一枪，是的，这波直接、来福又在想点子，但 Missing 到六了，这波 Missing 是有六级的，不好动，阵型来上路了，要出发了，想把线卡在外面，小老虎想把先把自己 A 大，这样卡他们先扛塔，不想给他变大，没变出来，最后一丝的机会，下路也在吃肚层，但同时卡大卫装备其实也挺好的，不过又要下来了，又要动手了。Missing 这波是没闪没大，大招先给朱乐，朱乐也是没闪现的，吸回去以后被 kill 了，大招大到全倒了，救不了啊！武力刚带微博线啊，直接 TP 回来手。上车直接蓝头啊！一剑中到了 Care 接 E 接上了，但反身兰博撒个大招，卡纳维锁出去了，阵型对面抱得很紧，能先上个 Care， 但是卡纳维也被换掉了，风神电刺中了以后没有选择上去越塔，再来穿刺之剑射到两个人，两边拉开了，但是 FunPlus 在绕 Ruler， 一技能解速 Ruler 有闪的，有进化有闪交闪，但是要追闪好高、啊、Life 的兰博，方 plus 要续自己三龙的节奏，先被清到了 life， 但 Missing 这一剑已经空掉了，而且有果子 life 可以去吃果子， Care 的位置被牙膏给卡住的， Flandre 藏在草里面，这个草里是没视野的，开大招了，攒怒气想找机会往前顶， Missing 在龙坑里面， Missing 是有双招的，小老虎的状态非常的不错，是的，这个小龙怎么说这是要打吗，马上变大了，金明球把人给收回去，人被逼退了，大招捆到了卡大卫，卡大卫被秒掉了，而且骑兵龟顶在前面开了一个大招以后没有吃什么伤害，圣将哥也倒了，龙也拿下来了，石头没有减速到，但是还想追，小老虎有闪现的，要找 Ruler， 知道 Ruler 是没闪的，顽石减速到了，闪现风神电刺捅了上来，再来个第三枪，跳起来以后跳过来 ，Milky 拿下人头，风神电刺逼出了 Missy 的闪现，防不了，基本上不想给机会，太大，咱都出来交闪现，没被 Q 到，反身大，反身一个大，卡纳米。
但是弗兰朵还是挺能打的，远程一剑中了450拿到，反正大左就一旦卡到被融掉了，也很差，有招子了，而且晕到了牙膏，牙膏被逼退，弗兰朵粘住了 Duke Dam， 弗兰朵很能打，而且 MQB 被拉扯了，弗兰朵这边左边给扭开了，这样纳尔过来救一下，闪现过来咬住，但 Duke Dam 也招住自己闪现，并没有被伤一个罐子，反正一下小老虎自己要撤退了，这样一波拉打之下做了个一换一。啊，好像不止一换一 ，MC 被包回来的 MQV 留下了，并且隔绝开。哎，小绿先找到了一个机会，是 Care 有点落单了，被咬住，伤害够了。那这样兰博大招也给完之后，赖着闪现向前，有血手，有点没考掉，但是队友来了，最后维鲁斯跟上了输出，还要去追一下卡纳维，这血量那应该能走了。卡纳维也选择后撤。哎，要开主动出击，怎么说？对面跑得很快，溜之小老虎，然后自己得小心，大被逼出来了，而且大招中了，圣枪哥再灌一套伤害，哎，侧翼小老虎被抓单了，推一下枪到队友身边，没有给我顶上去，大招还能再扛一会儿，但是阵型得脱节交闪现，哦呦，再捅回去，三进三出，吃了个背锅，但还是没挡，这样方布拉兹的残血有点多，得稍微拉扯一下。对于京东来说的话，他们也没什么技能在手上了，大招全部已经交过了，要从下半熊猫里面挤，但探照已经发现他们的位置，也可以回身吃了个果子，继续续这条小龙，再来一剑 Missing 被打残了，来福撒个大招，熊粘住了 Missing， 帮忙清一下，不然 Missing 被熊给拍死了，龙魂有了呀，帮 Plus， 但想在这边继续找找机会，中路开起来了，找到 Ruler 的机会， Ruler 直接被融了，那这样真大龙了，来自维鲁斯的先手直接流到了卡利斯坦的，这样这个大龙已经开始动了，京东得硬着头皮过来， Care 拦住了 Missy， 卡纳威要走河道的草丛过来的话，来福也在边上疯狂用鱼叉 poke， 弗兰哲也被小老虎单防住了，两个人在打龙，三个人在防守，然后想找机会，想先秒一个佩克大招，一技能也中了，先秒掉一个兰博，以后后续要找 Care， 但是 Care 还是吃得住伤害，卡纳威点退了以后，正面已经缺少伤害了，因为牙膏的大招没有段数了，但阻止了对方这波打龙的举动，是的，把大龙节奏稍微断了一下，还想来吗？清一下一刀接一套伤害， MQV 很残了，但 MQV 是有大招的，风筝天赐没有中，卡纳维扔出来了一个大招，搅开了以后粉天吸了一口，钻到圈里面，牙膏拿下了1000块，但侧翼方布拉兹终日已经赶上了，大招捆住要拿下一技能人头，而且小龙我粘住了牙膏，牙膏要没有技能能够跑了，一技能中了以后扛了一下防御塔的伤害，再来一下，安妮拿下了下档，尤其是打在前排身上，对，就打后期的团战，卡利斯塔加上艾希能做的事情太少了，可能收拾残局的过程当中，正面来福好凶啊，而且野区现在被站住了，一颗针眼放在草丛里，知道你没视野，直接控住了，要秒卡纳维，卡纳维秒了，敲到米斯的脸上，今天就收，不让如了做位移，两个闪现赶紧交出来，但是 MQV 收了一个风筝电刺，再一上去抢到了 Ruler 的身上， W 没有中，但是安妮接上了雪冰再顶上去，赶紧两刀一往后钻走，牙膏也被打到残血，牙膏大招也差一点 CD， 哎 ，Care 在旁边被拦住了，维鲁斯的剑接安妮的伤害，闪现先交出来，卡纳维过来，在旁边小老虎跳上去拦人，怎么说被拍到墙上了，先秒卡纳维，很冷静，不打龙了，2000血直接擒手，但卡纳维倒了，远古龙拿下来 ，Mizzy 要被斩杀了，再来个顽石减速到了 Ruler， 还要追。再来一颗顽石，这次 Ruler 敲开了，但是马上变小了，变小的纳尔要比变大纳尔更有实力一些，直接跳上去，带有牙膏在守护一下，第一个青石空掉了，但这样这个家该怎么办，对面带着远古龙 buff 要过来一波结束比赛了，是的，远古龙掉的一瞬间感觉比赛也失去悬念了呀，一剑好痛啊，直接拆基地，京东有点回血都回不过来，好像没法出，就要对面带着远古龙 buff 直接挑战，对面还想往前冲，很能顶，拆基地感觉要结束了，恭喜 FunPlus 2-0战胜京东，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结果，打得确实漂亮。